等着帮你。快快，还是踩到了，对不对？他打出这张很好了啊，这样最后一张。现在这样看是这样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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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不一样。你透过这个框去看他的脸都不一样。这个小朋友他一定是很靠近的去拍他，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叔叔的眼睛大到一个不像话？如果你胆子很大，你胆子很大，你为什么不想试试看这样子拍呢？这是你到不了的角度，可是你的手到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太厉害！对，你照他们，降力，对，哦，没关系，看看，好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按照你看，哦哟，这个很清楚。我喜欢拍的是家人，因为家人是不是？不要看二姐，去看别的地方，随便你，不要理二姐。你在哪里站？你不要动，你回来。男子的摄爸爸去工作，而我妈妈在医院。妈妈在一个什么晚上的时候睡觉，隔天早上就中了。如果我可以拿这一台相机去拍，那去把我所有拍的东西给爸爸，有那个妈妈，还有两个弟弟，还有我自己。离婚了。刚刚老师出的题目，我忘记你出什么作业了。就拍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现在留在这里啊，因为妈妈害爸爸没有钱了，所以爸爸把妈妈赶出去。那你想要拍？拍狗狗。玉贤妈妈来了。周晴。来吧，我们送你的礼物啊。我们帮你把妈妈接过来了，宝贝，要不要抱一下？